嗨，大家好，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好久没有为各位进阶的朋友出新的训练内容啦。今天的训练呢，主要是利用一个哑铃就可以完成全身性的肌力训练。那这组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我们上半身的臀腿、肩膀肌群以及核心。那整套运动大约花费30分钟的时间，只需要一个瑜伽垫，还有一个哑铃。那哑铃的重量选择呢？初学者大概是选3到4公斤，进阶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样选择5到7公斤的重量。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开始今天的训练吧。这组30分钟运动含有暖身组训练以及最后的伸展，会需要一个哑铃以及瑜伽垫。准备好的话，就开始吧。暖身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先启动我们的髋关节，做一个前弯，感觉到大腿后侧的伸展，接着做低的深蹲，膝盖往外开并站起，重复这个动作。Loose lips, why you talk with loose lips? Only true shit, I don't talk, I prove shit. 接着做轮流的侧跨步蹲，将我们的两脚打开，屁股往后，一脚弯曲，另一脚伸展。接下来我们活动一下我们的上半身，最后两手轻松的转一转，动一动，再加上小碎步，让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来开启今天的主训练吧。第一个动作，我们需要横拿一个哑铃，做一个深蹲，接着做肩推的动作。深蹲下去的时候慢，感觉到核心的出力，接着臀腿一发力，顺势将哑铃举起至头顶上方，吐气。抬起的时候运用肩膀的力量，再慢慢的下降，最后的10秒。休息20秒的时间。下一个动作是深蹲，接着做一个扭转的动作。扭转的时候，将手肘靠近对边角的膝盖，做一个核心转体。我们的躯干保持稳定，下蹲的时候感受到臀腿的发力，接着侧腹肌一转，吐气。非常好，最后的10秒了。下一个动作，哑铃的摆荡，你可以先从右手或者是左手开始，一手做完20秒之后，待会会换边。我们将哑铃自然的垂放，像是在摆荡一样，将哑铃举到视线的高度，用臀腿的力气。
换边。倒数三、二、一，很好。应该已经有慢慢的感受到整个心率的上升。下一个动作是结合我们的跨步蹲以及肩推。先给我一个跨步蹲的站举。跨步蹲的脚收回之后，顺势做一个肩推，另一手可以叉腰，推起的时候吐气，下降的时候慢慢的鼻子吸气。加油，最后的十秒了。喘口气，我们还没有换脚，维持在同一脚。我们做的是跨步蹲以及单脚硬举的结合。往后跨大步，完整的做一个跨步蹲，刺激到臀肌，接着回到身体的中心，上身前倾，后脚顺势的抬高。前倾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大腿后侧以及臀肌会感到不稳是正常的，下降的时候可以慢，注意膝盖不要内夹。来，倒数五秒，四、三、二、一，很好。喘口气，接下来我们会换脚进行。另一边脚的跨步蹲加肩推，准备好了吗？稳定的下降，一脚收回，推起，吐气。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喘口气，稍微休息一会儿。紧接着呢，还是同一只脚的跨步蹲以及单脚的硬举。完整的下蹲，回到身体的中心，找到平衡，慢慢的下降。骨盆不要太过的歪斜，感受到臀腿的正确发力。最后的十秒了。下一个动作结合我们的深蹲以及哑铃的前举，会练到我们的前三角的部分。深蹲做一个半蹲的姿势就可以了，重心往后，肚子收紧，哑铃从下方举到我们的肩膀的前方，停顿一下，再慢慢的下降。
你开始会感觉到臀腿也跟着在酸，加油！最后的十秒，坚持下去吧。接下来是侧跨步蹲以及肩推的组合，往侧的跨大步，重心的转移，屁股往后推，接着回到中心，肩膀一推，下蹲的时候感觉到侧臀肌的发力，用身体的力量将哑铃推起。稍微喘口气，下一个动作，哑铃的侧跨步蹲，我们还是在同一只脚进行。下降的时候慢，感觉到侧臀肌，接着回到中心，吐气。相信你已经抓到动作的诀窍了，待会我们直接换另外一边进行，一样是侧跨步蹲以及肩推的结合。来倒数十秒，很好，20秒的休息时间。哑铃的侧跨步蹲，重心往后，同时哑铃可以轻轻地碰到地板。动作慢，有时候更能感觉到正确的发力。最后的十秒，下一个动作，相扑深蹲，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停顿，在下方多顿个一下，小幅度的深蹲，接着缓缓的上升吐气。上升的时候屁股一夹，下降的幅度如果再拉大一些，可以更感觉到臀部。
最后三、二、一。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动作，哑铃深蹲的前后走，往前两步，接着往后两步，重心一直停留在下方，你会感觉到股四头肌在跟你呐喊，注意我们的膝盖都保持微微的外张，不要有内夹的状况发生，加油，撑下去。最后六、五、四、三、二、一，很棒！你已经完成今天训练的一半喽，休息个一分钟的时间。下一个动作，先躺卧在瑜伽垫上，我们要做的是哑铃的单脚臀桥，先将你的哑铃置放在骨盆上，并用手来固定下方的脚弯曲，支撑于地面，将我们的哑铃推高至上方，臀肌收缩，慢慢的下降，可以试着用我们的脚跟来发力，躯干都保持稳定，发力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呈一直线，来，最后三、二、一，直接停留在高点20秒，加油，记得调节你的呼吸，臀肌持续的收缩，不要松懈，倒数五、四、三、二、一，我们直接换脚来进行咯。将哑铃推高，感觉到身体是稳定的，让脚跟来发力，臀肌收缩于高点，来，倒数5秒，待会最后一下要停留在高点哦，二一，来，停留20秒的时间，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腰部不要渐渐的下沉，持续的收缩 squeeze， 最后五、四、三、二、一，下一个动作直接不休息，哑铃的臀桥我们要停留个一分钟的时间，这个动作对你来说一定是容易的，但是坚持一分钟就稍带一点难度咯，一样持续的停留在最顶峰，收缩着我们的臀肌，必要时请固定的呼吸吐气，最后20秒的时间，加油，不要下沉，最后了，七、六、五、
四、三、二、一，不休息，直接做二分之一的臀桥，下降到一半的高度。快节奏的二分之一臀桥，不断感觉到臀肌的收缩。最后十秒，休息二十秒，下一个动作一样，仰卧在瑜伽垫上，两手握哑铃，我们的单脚轮流的下降，接着往返这个动作，注意我们的背部紧紧贴着我们的瑜伽垫，下一个动作直接做卷腹，我们的手顺势的下降，手与脚同时的下降，接着做一个卷腹，卷腹的时候用哑铃来靠近我们的脚，你的上腹会感觉到酸。仰卧的踢腿一样不休息，最后的三十秒，将我们的脚停留在靠近地面的高度，撑住啊孩子，最后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下一个动作给我一个熊式的平板，我们的两脚是弯曲但是是离开地面的，像一张桌子一样的平坦，接着将哑铃往腹部去拉近，我们一边做个四下，接着换边，拉近的时候运用到我们单边阔背肌的力量，也要保持我们核心躯干的平衡，自己数四下之后接着换边，二三四，可以换边，最后三二一，This that jam that you bumping in the car on the radio. Friends so disgusted, wonder how the hell they play it. Then secretly, you know they're gonna save it to their playlist. Dance to it and learn and claim they hate it. 接下来，请把你的哑铃放在一边。我们要做的是轴承的蜘蛛平板。我们的一脚往同边的手肘靠近。最后的十秒钟，加油加油，五四三二一，不知不觉来到今天训练的85%喽。给我一个坐姿，两脚微微的弯曲，我们的上身可以有一点后倾，但是感觉到身体的平衡。
坐姿的单手肩推，一手叉腰，另一手将哑铃举高至头顶上方，接着慢慢的下降。今天不停的炸肩膀，这时候你应该会感觉到肩膀已经相当的酸痛了。再撑个5秒，4、3、2、1，休息20秒后，换边进行。我们的身体都是保持平衡的状态，将我们的意识放在单边的肩膀肌群。你还可以的，再给我4下就好。倒数5、4、3、2、1。下一个动作也是给我一样 V 型的坐姿，我们要结合俄罗斯转体以及肩推的部分，两手握哑铃往侧边转向，接着回到中心，将哑铃举高至头顶上方。举高同时核心也会出力，转体时多往侧边去做旋转，侧腹肌也会感觉到力量。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最后3、2、1。只剩下2个腹部的动作。将哑铃直立式的放在另一侧，我们要做的是左右的坐姿卷腹，将我们的双腿伸直，接着往腹部靠近，轮流的穿过我们的哑铃，你会感觉到侧腹肌的延伸，卷腹时感受到上腹肌的部分。最后10秒，3、2、1，不休息。这次我们的脚并不刻意的弯曲，直接用我们的腹部力量将我们的两腿抬起，绕过另外一边。大腿也会感觉到微微的酸痛。来，最后的10秒钟，9、8、7、6、5、4、3、2、1，今天的你很棒哦，训练结束。有时间的话，跟我做一点伸展吧。可以先从歌式开始。将我们的后脚勾起，也可以顺势伸展到我们的上半身。
换另外一只脚，上半身前弯，调节我们的呼吸。好，将我们的后脚慢慢的勾起。停在这边，大口的呼吸吐气。接着来到下犬式，我们的脚跟扎地，两手向上的一推，重复这个动作，你会感觉到我们的上半身以及尤其是大腿后侧的伸展，两脚可以轻松的动一动。坐姿的扭转，好，另外一边来进行，将我们的上半身、胸背都完整的拉开，视线可以往后侧方。大口的吸气，吐气。来，最后我们做一个蝴蝶式的前弯。感谢今天的自己，也谢谢你跟着我完成今天的训练，我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完成今天的训练，相信你做完今天的哑铃训练之后，发现自己的肩膀跟臀腿都相当的有感觉啊！我认为这一套呢是非常完整的一套训练，含暖身跟伸展。如果你能完成的话，给你自己一个掌声。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